8月20日，辣妈李晟在微博晒出自己儿子白日宴的照片，随之儿子的昵称也曝光了。原来这个帅小子叫好看，只见小宝宝穿着背带裤，眼睛炯炯有神的，一双眼睛大又黑，像极了妈妈李晟。李晟在《还珠格格》里面饰演小燕子，眼睛可真的是够大的呢。而且小宝宝真的被这对新手夫妇养得很好诶，不会过于烫，但是很精神，气色什么的都超级好。好想捏他的脸蛋哦，太可爱了。李佳航还调侃道，还好肤色不随我。其实不管像妈妈肤色白还是像爸爸肤色黑，有爱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一定会很健康快乐。很多网友也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。李晟李佳航虽然结婚不算很久，但是两人婚后状态越来越好，我想这就是婚姻的意义了。看着满屏要溢出来的幸福感，简直是羡慕嫉妒了。祝福这个三口之家吧，一直这么幸福下去，也期待好看小帅哥早日长成小男子汉上节目来玩耍啊。喜欢了请关注小七已清欢。